来，我将今天呢介绍一下，目前我这边搜寻到的配件，有一些呢并不是配件，有些是什么星辰原石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拍成一部影片哦，就是拍出来的那个位置哦，就是变来变去，但是因为有时候出生的位置哦，并不是如其所愿啊。你看，如果是在这边出生的话，你要跑到这边一路这样子收集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，就是，所以我就一开始呢是在这边重生的，所以是这边发育的，所以就从这边开始收集，然后一路往右边走哦，然后再来是下面雪山，因为要一直在提升装备的状态下哦，然后再来是今天开放就是熔岩这一块的，所以就是今天把这边都拍完了哦，总共有快50个配件。哦，但是有一些，如果你之前没有解过的话，就会有损失一些哦。那我这个地图呢，会放在影片下面的连接哦，不要大家可以去看位置。那它这边不只有这个配件，还有其他的东西哦。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这边都可以找得到。OK，那我先从这边开始去展示冰屋营地哦，这边。购买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些，它算是新的武器，这边都可以买。25846063，哦，这附近可以看到有气球。消焰器，对，那个火把，不是对呀、啊。哎，来，你们刚刚好来，等一下哈，哎，这边有三个玩偶。这边的呢，就是把你的那个收容物调出来就可以了。可以获得哦，土壤反射式苗具哎。三个玩偶对话的时候，有三个。OK，所以我要告诉我的小熊来配合它，变成四个小熊。四个玩偶，然后就获得简易反射式瞄具。
好，在这个位置哦，21246089这个位置，会遇到一个土龙哥哥。好，他要求我们拿收容物跟他切磋一下。OK， 基本上我遇到的好像都是直接把收容物叫出来就可以拿到东西。啊，极焰刺退起。啊，有什么？上面哦，哦有，嗯。可是这个气球打了低，哇，看到了。哦，有了，找到了。对，这边稍微看一下下。对，现在还在往天空看，还有没有气球？你现在这边这个我打破。重登一下。哎呦，哦，看到刺球。靠北黑画面是杀回。哇、哦。有正常了，跟你谁好了一天啊？我去看一下这狼吧。车子冒烟了，耶，烧起来了。我快热死。好，284463这个区域，你看到一个小冰山，可以用那个燃烧弹，或是用火把，让它融化之后。会出现这个异常点宝箱，也获得极寒水母。闪哦，闪哦！这边的我拿过了，所以我的已经消失了。来，这里，这个位置，这里，我来听你后面。哎、欸，我燃烧弹没了。我这里，这里，我这个位置。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这个位置。
你们都走开，你们都走开，这边快点。这个你也捡了？我捡完了。金城原子。Thank you.
这里哦，-13046119，这个旁边有一个什么，断桥这里，然后给你看一下附近哦。好，进来之后，我这边有个黑黑的发光的，就是我们要找的哦。记得拿出这个灯哦，如果没有灯的话，去打小怪可以获得这个灯哦，不是打小怪可以获得首页的那个收容物，首页灯的收容物，然后它就会产出这个首页灯哦，拿出首页灯哦，对这个照射。OK， 冲锋枪战术型弹夹就到手啦。好，这个地图呢，-15465206哦，这个地方哦，它右边呢是雄溪雪场哦，在旁边啊，这边会有个大冰块哈、哦，大冰块用燃烧瓶丢它。紧固型，嘿嘿，哇哇哇！坐标哦，-14764511这边哦，然后旁边是雪松小屋，靠近这个地方哦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这个石头哦，那你要用守夜灯去照它。那怎么样获得守夜灯呢？就是要打那些小怪，有机会获得守夜灯的收容物。啊，放到这个收容箱之后呢，就会获得这个灯哦。好，那我们用这个灯去照它。好，解开了，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一体式消焰器。5843-4742。这个位置，我有一个。打冰块，好，丢它。大型雷射指示器，目标859-4489，哦，靠近这个五槽收容所。这个这边有个算是一个小洞穴，啊，这边会有一只小松鼠，叫做宝藏松鼠，摸它就是摸它，然后它可以跑一下，等等。跑去哪里？好，要再摸第二次。再摸第三次，哟，出现宝箱了，哦，一只汽油，
哇，终于打完了，哦。Thank you.